是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不是有说那个 XIJ 是什么吗？不是他说那是那个矩阵啊。然后他只是说你那个，你那个升上去之后，你其实还是要带某个 G，你才能知道说它那个 matrix 的栏位是什么，不是吗？你先不管怎样，你一个 representation，它不是你要喂给它一个 G，它才会得到一个矩阵嘛，所以我在想的是，没有，我在想的是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大 X 嘛，它是某个 representation 嘛，然后我现在想要写成矩阵，那矩阵的时候，我就把每一个 entry 叫做 X 小 XIJ，可是你还是要给他那个 G，你才知道说他到底是那个 entry 到底是什么值啊，所以他这个的意思应该就是你的大 X 这个 representation。代入小 G 之后，然后在 DIJ 那个 entry 的值，我觉得是这样啦。没有，他没有说你带 G 一定是一，他只是告诉你说你带 G 会是一的，他只是说你带 G 是一的地方，它的条件若且为弱，后面的事情会发生。他说这个事情有一的话，它若且为弱，是后面那个东西会属于 H，因为你今天知道你这个定义里面，你那个。他没有，他不在乎，他这边不在乎是不是零。他说若且为弱，所以你今天是零的话，就是右边那个的反面了，你懂吗？对，DI 行第四列。没有，这个就是定义的东西，不是吗？那可是你原本就是一啊，你知道，你原本就是一啊，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我说你那个 matrix 那个 x 它本来就是在定说是一升上去到 G 的啊，你有没有看嘛？matrix of 一，然后那个上升箭头到 G，你原本的 representation 就是那个一啦。
我是直接把它想成是说你的 cos 你装上去是多少，你就把它写成矩阵嘛。然后你对 TITJ 你有这个东西，你那个矩阵那个单位就是一啦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它一样是上面的、啊，你上面推下跟下面推上去啊。它有括弧 G， 它是 G 在这个上面的 DIJ 项。那我是想说，对我想说他在讲说这个 representation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你把这个，你把那个 cos 送到哪个 cos 的东西记录下来，你就可以用一个矩阵记录下来这些 cos 怎么变的、啊。那个矩阵就是 z 啊。啊，这边是告诉你说，你既然 g 送过去就是 e， 那对啊。
那你从定义就会看出来只有一个吧？是吧？从 AAK 的定义。不，AK 的定义。因为你那个 T 是那个啊，算是啰嗦。对，I 跟 J 是固定的。T 那些 TITTITJ 啊，所以应该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说，你那个。你要挑出哪个 M 使得这些东西属于 H 是唯一的吧？我跟 C 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管 C？我说的是你，他在这边是先拿到 AM，他才用 AM 去拿到别的东西，不是？就是看你 AK 的定义啊。他不是今天说我现在拿一个唯一的 AM 时的 AM 属于 H 吗？这里吧。那你想看，如果你今天有两个不同的 A 在 H 里发生什么事？你忘了那个 inverse，inverse 好。如果他们都属于 H 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对，他要找的是那个唯一的嘛？
那个是 subgroup 的意思，子群，某个子群而已。对对对，子群，对对，子群包这个。那个是 normal subgroup， 而且那个那一条在下面，那个是正规子群，这是正规子群，三角形正规子群。啊，如果是单纯小于的话，只是子群而已。
那个就你上一行写的，你上一行写的，上一行就写了相等。